天时荒唱，万民颂扬，敬贺救主降生，荣耀荣耀归给三一真神。有请中年献诗《荣耀真神旷野奇景》，掌声有请。
兄姐妹，主赐的福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他赐的平安也胜过世上所有的平安。只要你肯打开你的心，愿意接受他，你将沐浴在神的祝福之中。接下去请欣赏主日学高班舞蹈《主赐福如春雨》，大家掌声有请。有请听我太大合唱，不住的感谢，不停赞美，你是配得，掌声有请。掌声有请，大家掌声有请。吴董，吴董，吴董，对不起。Yeah.
我需要的，说了时间，如果在艺术界的五万四、五万三啊，本村的有四百万，
你让你摇撇给我几条，我你说的算着急，只不得妈只要进到个爱，叫咱拆除爱，妈只能够进到个爱干预，那个呢，把个那包给爱，老莫是不接，从没学摆，你们学吃，不懂不懂啊，对不起，我普通话不会讲，只能用广州话来背啊，是吧？将拿水在几道雨水里带，我把冰水的让水洒们，生命的脸在几道雨水里水发凉，生出来在新的脸月，你说今年你不重要，要是不能啊的，让人擦肩。自己的日子在我财神的养着做了有来者，是鸟推的平原上有是决定法的，决定法的你，所以我把人手的五马决把所有鸟推只是我生命的让生意呀，只有有配的杀的上配铁，有配的死，只有生人的上配铁，生人的死配铁，有配的就是配铁生人的，那是杀命平安原来配铁有配的杀配铁有配的走走走走走，让包山顶一佛，然后把那个五天天有天地上，然后日彩天天有天地上，把那给山顶喜悦，结果山顶来，这你们上来，你们就把这个黑拿住心灵的，咱要比较记得的来。把这种激动的激动要在你们上来上要推我讲台是上来瞧让你是我我让你上来我接着这也是我是一副家的人要是在你们上来那就也是我是一副我的背被谁叫就是你们上来的生灵就是你们被死的身体要我过来兄弟们去一刻呢你们本把自己有特别炸去送给我有陪我叫你们要送给我有陪我叫被月是要看着生灵支持身体的话被月我叫让我被山的泪咱家的都是山的名字你们手头的把萝卜的山生巧的波手头的是名字的山这才你们苦缺阿爸和要吃你们苦缺阿爸和生来我们的山同在我们山的农民谢是农民都是好事都是山的好事我知道同做好事啊只不过你们他一动人哭但不依不他一动也有个下有人在哭吵要背起来背起起来来说越细讲我的有越都不足干预的有人出来气我等好三队中次细节的让有人出来不在虚空者把自己纪律拿着单刀就把你出来走走人出来人也自我推了一爸爸的阿正给写上你女士一样的有越那子弹一起走在这边一动套起来所以带着将八刀子吃我们绝成人抽筋骨子带
人去山里挑水，那个得叫五子的地方，南满北山平的有，不是我们的女友，要新人的脖子，妈爸爸说的多，上一代的资深人，穿日我十八岁的挑水，来五万大概。我说人真的说的生人的意思，让生人为了人的职业来生活计较。五万说的我是都不晓得，绝一三比三的一次，让我是跑不歇回去的上。让他不惜说自己的人，说不惜陪我，我和他不知的模样，学他的名字，在许多那些庄做见识。不惜说的有点伤，然后学他的人，说觉得的家长，然后趁他们过年，说春有你的人，要知道吗？得有缘，记住也，不要什么不许呢。让几百岁丁子不重让谁的是吧是吧，要不我反不讨自己把把的谁敢问我，让空间让出过去的让你要让这个忙不腻的要让让跟他们来呢，要记得也是一件事的才我十里无佛一将这上的羊鞭压得五万几条，一旦四万几多的爱还有呢，我的是我老妈是背包吗是看苦吗是情路吗是吹上楼梯吗是女婿吗是得计吗，这正业之计三万五年的缘故重在不少，人口满足，讲究的呀，一直开着二万的车，在崛起的时呀，满一张不剩要忽略，要山上无论是吃、杀、是铁石、解决，要那是以来的事，是将来的事，是该吃是悲吃。是别的走下去都把他是五万不三的干预绝这五万的字也是记得来不用那个样子。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是我们最深的渴慕？什么能让你心真正满足？各位，你们是否已经找到答案？如果还没有找到的话，那么就请那么就让我们请下面的节目为大家揭晓，请欣赏舞蹈《渴慕》。